我们来解这个不等式。这不等式哈，我通通呢把这个常数跟未知数哈，把它移到这边来，就变成 s 平方啊。这移过来的话，四加六是等于十嘛，十 x。啊，移过来的话是加二十五，小于等于零。这刚好可以完全平方了，这是二乘五嘛，所以这是 x 哈，啊这是五的平方加五的平方。这小于等于零，哦，就是你把它展开的话 ，s 平方这个二 ab 就是十 x 这个五二十五嘛。但是呢，这个东西哈，它一定大于等于零啊，所以它只能等于零，不可能小于零的。所以就晓得哈，这 x 呢加五哈，这一定小于零，哎，等于零了。哦，因为这个一定大于等于零嘛，不可能小于零，所以小于零的话呢，拿走，剩下等于零。也就这个要等于零了，也就只有一个解 ，x 哈等于多少呢？负五了。所以这题答案只有一个解，就是负五。